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我的同事，这几位同事是我们Yonglitai的顶梁柱，也是这个行业的常青树，他们就藏身在这栋工程技术中心实验楼啦，跟我来。首先是这位重量级大只老同事，半挂车底盘试验台架，主要负责空气悬挂总成的侧向和垂直疲劳试验，悬挂和车轴总成制动载荷疲劳试验，以及车轴轴体侧滑疲劳试验。这位是制动器性能试验台架，主要负责制动器性能试验、气压制动卡钳性能试验、制动器疲劳强度和制动盘热疲劳试验。这两位最佳拍档是车轴疲劳试验机和轴体疲劳试验机，他们都能完成车轴轴体的垂直疲劳试验、近强度试验和刚度试验。这位同事的能力更为出众一些，还能完成导向臂垂直疲劳试验和各类衬套的强度及垂直耐久性试验。另外还有负责调整臂试验、提升装置试验和测量弓箭几何关系的同事。俗话说术业有专攻，这几位同事的付出造就了Yonglitai车轴高品质的产品，在产品开发的关键阶段他们发挥重要作用，确保产品的强度和耐久性达到最高标准。你知道这几位同事工作一次耗时多久吗？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答案。